天超热的，还是阿姨跟你们一起去买，要不要？让我们看看阿弟呼吁困时，妈妈在干嘛？不管在哪里。这个好不好处理啊？他八岁，很难处理，他已经走丢，我已经不知道这要算几次了。真的、哦，对啊，这看起来很稳定啊。哎、欸，那孩子走丢，那妈妈不急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每次都急死了。然后曾经还有一次，就是因为去百货公司，然后就是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等一下，你卡片掉在地上，小朋友不是很喜欢什么野兽。”我刚刚拿起来，我们到旁边处理，他就跟我说不要，硬要给我坐在走道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。那这样子我们要走了，他头也不回哦。然后我就跟姐姐假装走了，姐姐就跟我说：“妈咪，我们就跟就是吓他一下，每次嘀咕都一天到晚走丢，不然我你先躲起来，然后我看着弟弟。”结果呢，他就叫我躲在商城里面，就商店里面。然后到最后真的不见了，姐姐没看好弟弟。啊，你真的躲起来？我真的躲起来。后来我就想说，我就一边走一边哭，我说我竟然会相信你这个小孩子讲的话。来，我们也给他测试一下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今天阿弟姑跟妈妈到公园玩，趁阿弟姑落单时，我们派出了小美女邀请她一起玩。晚上我们要玩什么？鬼抓人。好啊，你们好话，有没有绰号或什么之类的？阿达，阿达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嘀咕，嘀咕，那你叫我？草莓好了，好，那现在我当鬼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玩，这个圆圈圈里面，好不好？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经过小桥和大道，跑跑跑跑向前跑，困难煎熬脑后跑，跑跑跑向前跑，珍惜分分一秒。我们再继续玩。等一下，我们暂停一下好了，你过来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玩好像有点太危险了，还是我们去那里玩？那我爸妈找不到。懂得报备很好，之后我们就找阿弟姑到人少的地方。你会玩黑白吹吗？会啊。那我们先玩。哎，你走不开，有啊。Hey 吗？你的朋友？不，新交的朋友。新交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孙亮宇。孙亮宇，一年级。国小二年级。他今年八岁。好高哦！你去买饮料好了。对啊，我们去买饮料，然后大家再走回公园就好了。对，饮料没了，对不对？喝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超热的，还是阿姨跟你们一起去买，要不要？让我们看看阿弟呼吁困时，妈妈在干嘛？不管在哪里。虽然知道制作单位在拍阿弟姑，但作为妈妈是否太做自己了？很坏耶，怎么这样？重点不是我。我看一下我的妈咪。好啊，那我去看一下我的妈咪有没有。那你一起带着啊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对啊，我去看一下我妈咪。结果发现阿弟姑警觉性很高，不管怎样都会告知家人，难怪妈妈可以放心的自拍。吃了那个陌生姐姐的巧克力啊，对，但是没有跟人家一起走啦。对，人家 cue 他，他说我回去跟妈妈讲。你为什么吃人家巧克力？对，那么爱吃啊？你喜欢巧克力哦？你不会担心他给你吃怪怪的东西吗？里面会放？不会啦，他是好人。因为我以前，因为我学校在办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们也有跟我一样的巧克力，而且他们的巧克力跟我们学校给我的巧克力是一样的。哎呀，他们也没有开过。一样，但是里面不一样。对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还有资格讲别人？你都先去打算走了。没有吃。
你是把坏人带走，你带坏人。对呀，还敢说以后不行，你要小心呐、啊。但是他蛮好的，都会跟你报给。对，因为他已经是久病成良医，他已经拐骗太多次了。对，所以他现在变通。没有，这一段主要是你要改过。拍的那孩子，还来一幅。我跟你讲，我不可能让孩子离开我的视线之外。一秒都不行，一秒都不行，真的不行，一秒都不行啊！你还在那和我自拍，哦，阿克把肩膀，哎呦，哦，哎，我喜欢自拍，跟热哪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想要秀你漂亮的肩膀，秀的，啊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算通过测试的，哇，好难得哦！东西不要乱吃，但是他会经常迷路了，对不对？就刚刚你讲走丢了。嗯，对，你如果走丢了怎么办？如果你回来看妈妈不在那边，那怎么办？原地等。哦，原地等哦。今年六岁，满六岁了，真的很容易进入自己的状态里面，而且他会好像会感觉好像把自己催眠成里长，每天在我家门口，只要有人路过就哎，要不要进来坐一下？所有的左邻右舍搭讪，灯辉，我跟你讲哈，好种不传，坏种不断。对，他知道你以前也是做长期的，对，做到这种陋习，要不要进来坐一下？来，很夸张，人家坐电梯要上去的哦，啊，要关起来哦，他怎么按开？真的不进来坐一下吗？一直撸人家，不让人家走，是怎样啊？对，然后只要一放出去哦，只要比如说去人多的地方，还是百货公司，还是大卖场，他就冲了，他就脱缰野马就冲了，然后完全不管，好几次都被大会报告，然后说你的儿子在这边等你，你不能离开对妈妈身边呐，永远有讲不完的理由可以脱罪，比如说。他又要跑出去了，然后同学在外面玩，然后跑出去。我说：“你现在饭没有吃完，你就不准离开你的椅子，不准出去。”然后我就可能吃个饭，转头他又要往外面冲了，然后我就出去。我不是跟你说你不能出去吗？他回头跟我说：“我没有啊，我是要去叫他们进来。”理由薄，但是反正像我爸爸教育我们就这样，你要先解决问题，再来认错。对，很特别哦，有没有去外面跟他打架？打架一定要打，对不对？打架，打，回来人家已经找上门了。你不是认错，你要先解决问题，你先把事情解决了，然后才来道歉。道歉哦，这个很重要，所以这个孩子很棒。有问题的反而是你哦，这还没看就淘汰？没有，来看一下实测好不好？来，哎，等一下我要去。我要去牵我的帅气跑车哦。真的？对啊，你在家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哦，交给你哦。离开不到五分钟，阿文就打算出门等待爸爸回来。他耐不住。这个狗叫露露，露露。走前还不忘关上大门，确保不被闯空门，真是好孩子。只等了三分钟就回去打电动。让他进来了，因为是妹啊。哦，是妹。好了，那就把卡关了，准备吗？我都知道，你把它放在房间，那就好了。
没想到最后连阿丸都乖乖跟着走，离开前门没关就算了，但最无辜的应该是他。都被拐走了，可是他还好是真的，他还好是带露露，我家的狗叫露露，带露露去外面，如果他带弟弟去外面，弟弟就被他丢在那，弟弟也丢掉了，对啊。哎，你看那个姐姐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啊，不认识，你怎么跟他走嘛？啊，还开门让他进来，怎么办？为什么？如果他是坏人怎么办？对啊，他把你带去卖了怎么办？然后对不对？把你的手切下来。对啊，这样不行哦。我不是说那个有陌生人不能讲话，然后也不可以。对啊。